大家好，我是易阳指，有两位老板逆袭百万神装，第一位在鉴定150级项链过程中直接炸出了无级别，属性还这么逆天，灵力高达199，这是年内新区出的。11月5日那天晚上，梧桐鉴定出的无级别项链灵力达209，那个项链不算宝石，弄好了的话在200万左右，这条项链应该也是过百万了。第二位老板出了130无级别特技男头，这件神装也值小百万了，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，第一件就出货了，看看老板今天秒了多少游戏币。我的天，老板今天只秒了 1.2 亿游戏币就逆袭这么暴力的神装，真让人羡慕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观看，帮忙点赞转发哦。